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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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好，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晚的直播佛法分享之前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慷慨大方的按分享，到我们个人的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所以希望说我们的分享呢，可以让更多的佛友、法友都闻到正法。所以分享呢是一件善事，我们在做。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件分享善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善业加分。所以分享是一种美德，可以获得人天欢喜与赞叹。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在这个社会上呢，会有更多的人呢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现在就借用这个脸书这个助缘来按分享，希望说在这个世间呢，会有更多的人呢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如果世间上有更多的人在接触佛法的话，那么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就不会流失掉。就是因为大家有听闻到佛法，所以对三宝的信心永远不会退失。所以，如果有闻佛法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对三宝的信心不退失，所以我们的佛教人口呢就不会退失。所以分享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希望大家以一颗慷慨的、大方的心按分享，因为我们有分享，所以佛教的教法呢还可以继续在世间流传下去。所以希望大家以一颗虔诚的心按分享，尤其是我们个人的脸书主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分享在我们自己的脸书主页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制造那个因缘，给我们自己的亲人、亲戚、朋友呢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如果我们没有按分享到我们个人的脸书主页，那么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如果我们有亲戚朋友住在外国的话，
那么我们更需要把佛法分享到他们的脸书主页，让他们住在外国呢也是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学佛人，学佛的人呢，身为一个修行者，所以我们的心要很慷慨大方，按分享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分享，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佛教徒。如果好的不分享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这条道路上呢，还很浅浮。我们都知道佛陀本身呢，他也是自己将他自己所了解的那些法分享出来，就是因为佛陀他自己本身有将他所了解的法分享出来，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今天我们要向学，要向佛陀这样，把我们有所了解的佛法分享出去。好，现在我们要开始今晚这个节目了。所以在此曼谢先感恩那些佛友呢，非常的慷慨大方，按分享。所以你们今晚除了自己本身进来看曼谢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呢，你们也有做分享，所以你们在今晚呢也是在做这个法布施。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晚的这一幕的时候呢，曼谢先热烈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直播佛法分享，也感恩你们大家鼎力支持。所以愿你们鼎力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呢，得到三宝的保佑，保佑你们常住以安乐中。所以现在我们要以一颗虔诚的心，我们一起先来礼敬三宝，诵念三归五戒，过后我们来向三宝祈求宽恕。好，我们一起来诵念。阿德汉萨玛萨布多巴嘎瓦布当巴嘎瓦当阿比瓦迪米，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远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娑迦多巴嘎瓦达达摩达玛那玛萨阿弥，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格善卡那玛咪，圣且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圣众，我今起手礼圣且，礼敬一拜。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不但萨拉南格查米，达曼萨拉南格查米，三康萨拉南格查米，罗提亚比不但萨拉南格查米，罗提亚比达曼萨拉南格查米。罗提安比三康萨拉南格查米，达提安比不当萨拉南格查米，达提安比达曼萨拉南格查米，达提安比三康萨拉南格查米。巴那提巴达维拉曼尼悉卡巴达萨玛提阿弥，阿迪那达那维拉曼尼悉卡巴达萨玛提阿弥，卡米苏米查扎拉维拉曼尼悉卡巴达萨玛提阿弥。摩萨瓦达维拉曼尼悉卡巴达萨玛提阿弥，苏拉米拉加玛加巴玛达达那，
Viramani Sikapadan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iyami Siddhena Sukhatin Yanti Siddhena Bhogasampada Siddhena Dibhutin Yanti Tasma Sila Visodaye 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归因此境界。 Sadhu, Sadhu, Sadhu.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向三宝祈求宽恕。 Kayena Vajaya Chitena Pamadena Maya Katang Ajaya Kamami Bande Buri Panya Tata Kata 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至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揭谛那，巴玛迭那玛耶伽耽，阿扎央伽玛咪达玛，三谛提伽阿伽提伽。 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至所生，一切我今法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揭谛那，巴玛迭那玛耶伽耽，阿扎央伽玛咪桑伽。 苏巴迪巴那哈诺达拉，对于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至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诵念三宝功德水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护卫经。 好，来，我们一起诵念。伊地比娑婆伽瓦阿拉汉萨玛萨婆德比扎迦那三班诺苏伽多罗伽比多。 Ano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a Deva Manosanam Buddha Bhagavati 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真等正觉者明行记住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Buddhan yivetan yavadipanan saranam gashami 我誓愿生生世世归佛，直到地震涅槃 Nadimi saranam hanyam Buddhami saranam varam Etena sacca vajena hotumi jayamangalam 与我并无其他归处，佛陀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娑婆诃多巴伽瓦达达摩三谛地歌阿伽帝歌耶喃悉歌阿巴那耶歌巴迦耽，弥帝达波宾优伊帝。 世尊所善说的法，现前可见无过时的，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证知的。达曼耶维达亚瓦里巴南萨拉南格查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法，直到地震涅槃。
Nadi mi saranang hanyang, Damo mi saranang warang, Iti na sacha vajina hotu mi caya mangalang. 以我并我其他归处，法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 So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So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Yanya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Samichi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Yadidan chatari purisa yogani Atha purisa bhu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odara Punyaketang lokasati 世尊的声闻深重是善行以道，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及正当行道的几十万八倍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予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三甘耶维当亚瓦迪巴南沙拉南可恰弥。 我誓愿生生世世归生，直到提正涅槃。那地弥沙那南含扬，三空弥沙那南瓦然，耶地那沙迦瓦揭那呼都弥扎呀曼伽兰。以我并无其他归处，身且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 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布拉巴拉萨弥布拉巴达古南布拉巴拉萨弥布拉达米当布拉巴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央，弥万扎耶萨巴多萨巴苏萨巴罗萨巴拜。 萨巴格萨尼张来，维万查耶萨巴达南，萨巴拉邦，帕万图米罗甘图苏拉甘图，阿甘尼拉萨米布拉布达格南，阿甘尼拉萨米布拉达米当。 阿伽尼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卢伽卢伽巴亚，毗万扎耶，萨巴多萨巴苏萨巴格萨巴派，萨巴格萨尼张来，毗万扎耶萨巴达南，萨巴拉邦。 帕万图米布拉甘图苏拉甘图，达心拉萨米布拉达古南，达心拉萨米布拉达米当，达心拉萨米布拉桑卡南，卢伽卢伽巴亚，毗万扎耶。 萨巴多萨巴苏萨巴格萨巴派萨巴格萨尼张来维万扎耶萨巴达南萨巴拉邦帕万图米布拉甘图苏拉甘图。 阿达迪拉萨米布拉布达古南。 阿达迪拉萨弥布拉达米当，阿达迪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央，毗万扎耶萨巴多萨巴苏萨巴格萨帕帕萨帕格萨尼张来。
Vivanchaye sapatana sapalapam pavantu mi rakantu surakantu Pajing rasami prabhada gunam Pajing rasami pradametam Pajing rasami prasankhanam Dukaru kapaya vivanchaye Sapato sapaso sapagro sapapai Sap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patanan sapalapan Pavantu mi rakantu surakantu Pajarasami prabhadagunan Pajarasami pradametan Pajarasami prasankhanan Dukaru kapaya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batanam Sabalapan pavantu mikrakantu surakantu Udang rasami prabhada gunan Udang rasami pradametan Udang rasami prasankhanan Dukaru kapayang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patanan sapalapan Pavantu mi rakantu surakantu Isang rasami prabhadagunan Isang rasami pradametan Isang rasami prasankhanan Dukaru kapaya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batanam Sabalapan pavantu mikrakantu surakantu Padavirasami prabhadagunan Padavirasami pradametan Padavirasami prasankhanan Dukaru kapaya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patanam sapalapan pavantu mikrakantu surakantu Akarasami prabhadagunan Akarasami pradametan Akarasami prasankhanan Dukaru kapaya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rai Vivanchaye sabatanan sabalapan Pavantu mikrakantu surakantu 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萨埵萨埵萨埵。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在此呢，阿曼爹给大家一些时间，慷慨大方，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分享呢，可以让更多的佛友、法友得闻到真法。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件分享这件善事的时候呢，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善业加分。所以，分享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人天的欢喜与赞叹。所以，在此嘛，就给大家一些时间做这个分享。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分享的，现在可以分享到你们的个人脸书主页。最重要是你们个人的脸书主页，因为你们如果分享在你们个人的脸书主页呢，你们的自己的亲戚朋友呢，都会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自己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都可以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的分享呢，可以助到他们的缘，制造那个因缘，给他们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现在呢，Monday给你们一些时间，按分享。好，来啊，各位佛友啊，大家晚上好。所以曼爹还没有开始跟大家分享佛法之前呢，啊，曼爹非常的感恩啊，曼爹再次的热烈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这个直播佛法分享。曼爹也非常感恩你们大家鼎力支持曼爹啊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啊。所以愿你们鼎力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得到三宝的保佑，所以愿三宝保佑你们常住于安乐中。所以今晚这个直播是2022年第二场中文直播哦。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到解脱，我们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去了解佛法。所以了解佛法呢，在我们的人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要我们一天还没有解脱，所以我们还是要花时间去了解佛法。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境界哦。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只有在佛教的教法里面，我们才有机会去了解怎样修这个解脱道。只有佛教的教法呢，才有本事引导我们脱离生死轮回。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的教法的话，
那么脱离生死轮回的境界是我们的空中楼阁。所以听闻佛法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知道我们今天我们还在生死轮回里面，我们还没有解脱，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去了解佛法，从佛法里面呢，我们去找出要怎样修才能脱离生死轮回。所以听闻佛法在吉祥经里面呢也是有提到，它是一件善事来的，所以有听闻佛法的人呢就可以得到真吉祥。所以可想而知呢，听闻佛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听闻佛法不重要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不会看到佛陀会去弘法利身。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解脱者来说，就像佛陀本身和他的弟子阿罗汉圣者，他们的生死已经了了，他们已经不会再面对生老病死了，他们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在他们的最后一生里面，如果不要去做任何的善事呢，也不会影响他们的下一生的，因为他们也不需要，他们也不需要去行善，然后去累积善业、累积功德，而希望说下一生还可以往生善道。其实那些圣者，像佛陀本身跟四果阿罗汉的圣者，他们已经在等着他们的肉体的结束了以后，那他们就不需要再面对生死了。但是呢，对那些圣者来说，他们了解到他们所了解的那些法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呢就会把他们呢就发起那个慈悲心来把他们所了解的法呢宣扬出来，让我们这些凡夫，让我们这些愚痴者有机会听闻到，然后呢走上这个解脱道。所以今天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因缘，只要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缘，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做这件善事。我们也知道目前在马来西亚，从明天开始呢，大家也开始在忙着了，尤其是在忙着儿女的学业。所以从明天开始，蛮得相信说很多做父母亲的应该会非常的忙着在儿女去上学放学去补习。然后呢，我们的农历新年也将要来临了，所以也要开始在忙着我们农历新年的到来。所以我们就相信说，从明天开始呢，会有很多人会忙很多东西，甚至会有很多人也会不在乎了，继续的去听闻佛法了。曼爹自己也是有注意到，在很多的那些直播那边，包括在家人他们做网卖的，包括那些有一些出家人他们开直播佛法分享，那些人数呢已经开始在降了，已经在退了。所以可想而知，很多人呢都已经没有时间了，都是追求世间上的生活，
在满足生活上的需要，然后呢在行善方面呢应该不会有很多时间了。那么对于在家人来说，应该会有很多很多那些在家信徒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去修禅了，去修禅去静坐。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解脱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都看到很多今天很多人所追求的只是世间法，完全跟解脱呢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这世间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人在修行方面，在追求解脱道方面呢，不会说看得很重。所以呢，我们在世间上呢，我们要找到圣者是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的要去做这件善事。所以我们不管人数多少，只要有一些还是有那颗心想要继续的做这些善事，所以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吧，能做多少不是做多少了。所以今晚们再继续跟大家讨论关于这个次数跟不次数跟次分的这个观点哦。其实我们已经用了很多个直播来分享讲解关于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次数跟次分的这个观点。所以如果那些佛友一直有听闻曼戒讲解次数跟次分的观点的话，那么他们就很清楚的了解到我们学佛其实重点不在次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很坚持的哦，我们一定要吃什么，那么就证明说正法没有入我们的心哦，正法不入心，所以我们还是会学佛学得很不自在哦。其实我们学佛者啦，会越学越自在的，很多东西很多因缘，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感觉很自在的话，很随缘的话，那么就证明说我们学佛这条道路呢是已经是学对了的。如果我们在学佛这条道路上遇到某一些因缘某一些逆缘，然后呢我们还不自在，我们还会很烦恼，这就证明说我们走这条修行的道路呢，学佛的道路呢已经是走错了。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佛法，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得到的是什么，让我们自己去了解我们过去的认知，我们过去的认为，我们过去的观点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所以只有通过听闻佛法，了解研究经典，我们才有那个本事去纠正哦，我们的过去的观点、过去的见解、过去的认知。所以我们一直如果有深入去研究佛经的话，一直有听闻佛法的话哦，那么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观点呢哦，一直会改善的。但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哦，虽然说我们是学佛者，我们也是有听经闻法啊，我们也是有研究经典啊，但是问题是
我们所听闻到的是原始佛陀的教法还是后期佛陀的教法，我们所研究的是原始佛教经典还是后期佛教经典啊，这边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去研究原始佛教经典跟后期佛教经典，或者是说我们有去听闻原始佛教的教法或者是后期佛教的教法的话呢，我们不难发现到呢会有很大的差别，会有很多方面呢都是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解说。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不要只是执着某一个佛教部派的思想，我们必须要广闻多学，广闻多学，然后让我们自己去了解哪一个佛教部派的教法呢是比较正统。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哦。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我们也是有看到很多人没有跳出那个框框，就好像说在这个世间上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他们从出生到一出生娘胎了以后，他们只是跟着他们传统，他们的风俗，所以从出生到死，所以他们整辈子呢就是只是停顿在某一个信仰里面。就好像我们来拿一个例子来解说，就是那个拜拜的信仰。我自己本身也是看到很多，包括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们就是整辈子呢只是停顿在那个信仰里面，所以从出生到死他们也是在那个信仰里面，只是拜拜啊求求罢了，所以完全没有什么的改变。那么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机缘接触到佛法，进入了这个佛门，让我有机会去听闻到佛法，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框框，从那个信仰里面跳出来，那我从那个拜拜的信仰里面跳进这个后期佛教的那个思想，后期佛教部派思想。那时候呢我也是认为说佛教就是这样的，佛教就是这样说啊，念念经啊，念念咒啊，啊吃素啊，以为是这样的，佛教就是这样的。那么我的因缘一直在转变，所以让我就有机会接触到南传佛教的教法，然后呢又让我有机会呢本身深入去研究南传佛教巴利经典的教法，所以我又从这个后期佛教部派的思想里面呢又跳出来，又进入这个比较原始佛陀的教法。所以从那边呢我就深深的了解到，原来后期佛教部派的思想跟原始佛教部派的思想呢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呢我本身感觉到如果我们接触原始佛陀的教法，我们在修学佛法这条道路上呢，我们会比较自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我们每日所表现的身口意行为，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底我们的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所以原始佛陀的教法重点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口意行为那边去了解我们所造的那个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但是可能我自己本身呢开始的时候进入这个后期佛教的教法，
我本身可能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了。那时候呢，我只是注重在啊念经啊，念咒语啊，然后呢，吃素啊。我以为佛教就是这样罢了。但是当我深入去研究南传佛教的教法的时候呢，原来我所了解到的是什么？原来我们要走这个学佛的道路呢，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条路不是这么简单，只是念念经啊，念念咒语啊，或者是吃吃素啊，就已经算是圆满，其实不是的。在我所了解的原始的教法里面，我所了解到的，我们的重点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身口意行为那边去注意我们所表现的那个行为。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了解佛法的话，我们没有去研究原始教典的话，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身口意行为表现出来的那些所作所为到底是善还是恶，我们完全不能去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不了解的话，只要那个动作，那个所作所为，我们所做了，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快乐，很高兴，很喜欢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OK 了的。很多时候在这个世间上我们都看得到嘛，很多那些行为我们做了，我们会产生快乐，产生欢喜，产生喜爱，然后呢我们就认为那个行为就是善的。然后呢有某一些行为，如果是我们做了，我们去表现出来了，会让我们得到不爽的感受，不喜欢，那么我们 会把 那个行为呢当作是不好的，当作是不善的。所以一般上我们如果对佛法没有了解的话，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呢，只要那个行为呢可以给我高兴，可以给我得到法喜欢喜快乐，那么我们会继续的做。但是如果我们有深入去了解佛法的话，我们会发觉到有很多那些所作所为，虽然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得到高兴快乐的，其实它是恶的，它是恶的行为来的，它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叫做是不善行，不善行。然后呢那些不善行呢，原来他会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恶业，会给我们得到恶业。所以这种的恶业就是一直在主宰我们整个生命，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甚至呢这种的恶业我们所累积的，它会牵引到我们下一生呢不会在善道里面投生。但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高兴，我们会得到快乐，我们会得到喜爱，我们会得到欢喜，我们认为是对的。但是当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哇，原来那些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原来是不好的，原来他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业。那么然后那些有一些行为我们做了不会给我们快乐的，不会给我们得到喜爱的，不会给我们得到法喜的，其实那些动作，那些行为，如果我们有研究佛法的话，我们会发现到原来那些行为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能给我们得到高兴，不能给我们得到喜爱快乐的话，其实那些行为呢原来是善行来的。原来是善行来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各位就好像说这个啊，听闻佛法咯，对不对？听闻佛法很多时候呢对一般人来说呢，他们不要去听的，
然后对对，去研究经典的话呢，啊，我们会发觉到，哦，我们得到的是什么？那些不会给我们快乐，不会给我们欢喜，不会给我们喜爱的。你们在家人呢，不像我们出家人这样，你们在家人呢，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经典，不需要拿出你们的宝贵的时间啊去看，本身去研究经典，所以你们不了解，你们根本都不能体验。当我们本身亲身去研究经典的时候，其实呢，他那种的感受给我们是很不舒服的，给我们很不喜欢的，不喜爱的那种感受的。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跟大家分享，我有机缘去到西兰卡的时候，我去佛教学院去读，去研究这些佛经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的感受真的是不好受的，很闷啊，很闷的，很无聊的。所以对，如果你们没有本身经验去研究经典的话，你们根本都不了解那个感受，其实真的是很多人都不要的，你所得到的那种感受很不喜欢的，很不喜爱的。然后呢，我们要面对考试呢，啊，我们是进入正规的佛学院嘛，所以每一年我们都要面对考试，所以面对考试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压力啊，那种的感受也是不好受的。但是它是一种善行，我们虽然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感觉那种感受是不好受，但是呢，它是一种善行来的。所以这种的善行，我们如果继续做的话呢，我们会得到很好的功德，所以它会让我们得到很好的善业。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目前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他们不要去修这种的善事？你们在家人呢，不需要说深入经藏，不需要的。你们只是听闻佛法。我们不一样，我们出家人。如果我们出家人只是听闻佛法，其实我们对佛陀的教法的那个程度呢，不会很深入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很深入的程度，对佛法有很深的了解，我们还是本身要深入经藏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去培养这种的善行的话呢，各位，今天我拿一本书给你看，我拿一本经书给你看的话呢，你也看没有的。所以经书呢，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懂的。如果你今天你未曾听闻过佛法的话，你未曾接触到佛法的话，哪一本经书给你看的话呢，你都看不懂的。就好像今天我看到很多佛友，他们是后期佛教的，北传佛教的，他们也是在念经方面呢，他们也是很拿手的。比如说大部分的北传的教徒呢，佛教徒呢，他们都会念心经的，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空，照见五蕴皆空啊，他们很会念。但是呢，真正彻底了解里面的那经文的含义呢，他们就没有办法了，他们没有办法了。所以如果你在念某一部经，你可以了解里面的含义的话，就证明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对正法你有那个程度去了解它。如果你在念某一部经，你不了解它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证明说你的这个正法的智慧呢还没有产生。那今天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佛友，他们
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听闻到佛法，他们也没有去深入去研究。所以当有时候当我们在讲解这个，比如说佛陀的教法啊，四圣谛啊，啊八正道啊，啊十二因缘啊，啊这个三法印啊，无常苦无我啊，啊然后呢什么叫做戒定慧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对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佛法不了解的话，就证明说我们没有那个正法的智慧。所以这种的，比如说基本的四圣谛啊、八正道啊、戒定慧啊、啊三法印啊，这些如果我们随便跟外面的人去讲解的话呢，他们根本都不能体悟，不能领悟到底这些法是什么东西来的。所以尤其是当我们在跟他讲解四圣谛的时候，他们一听到我们跟他在讲解苦的时候，他们完全就开始不能接受了。因为在对一般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他们所面对的，他们没有说真正的遇到什么叫做苦嘛。即使他们有苦，但是他们不能很彻底的了解苦。每一天每一日，我们都面对苦的，但是他们不了解。所以对一般的人来说呢，苦就是说啊，遇到癌症啊，遇到某种病症啊，或者是遇到亲人往生还是怎样啊，或者是遇到破产啊还是怎样，他们所了解的苦就是说让他们的生命里面呢过得很辛苦啊，他们真正才了解原来那个就是苦。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遇到的话，他生活上还好吃好住的话啊，又很健康的话，那么他们你跟他们说人生是苦的话呢，他们会说我们是很悲观啊，我们是非常的不悲观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很快乐啊，哪有苦啊，对不对？所以这种的人，你跟他去谈佛法，跟他谈修行，跟他谈解脱的话呢，那个真的是对牛弹琴。所以佛法呢，目前我所看到的，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OK， 这是我个人的了解。佛法呢，都是适合一般那些比较有问题的人啊，比如说生活上有问题的啊，有疾病的人啊，或者是那些老人啊，或者是那些将要往生的人啊。所以我认为佛教就是属于那种的人，尤其是啊，讲到持戒。讲到布施啊，讲到持戒念经啊，很多人呢，就是等到他们生活上、他们生命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才会去做。我在这边，我时常遇到很多这样的人的，很多。所以以目前这个时代，我们要看到一个真正没有问题的啊，好吃好住的，生活上没有 OK 的，还过得去的，又很健康的，所以你要在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你要遇到他们，我会来道场布施啊修行啊，静坐啊，所以这种的人呢，你会遇到非常的少，你会遇到，但是呢，这种的人呢，他一般上对佛法有了解的，才会去布施啊、持戒啊、修行啊、禅坐啊、闻法啊。但是对一般普通的人的话呢，未曾听闻佛法的话，没有未曾研究佛经的话呢，你很少看到这些人会来道场做布施啊、听经闻法啊、禅坐啊、收八戒啊，很少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与你们大家分享的，因为你们在家人根本都不了解嘛，我们出家人什么人我们都看过。所以现在我们目前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佛教，我们佛教或者是我们三宝，只能得到那些呢对佛法比较有了解的都是由这一般的信徒来
来扶持我们比较多。所以你看，如果你在，如果你有机会你去佛教国家，比如说斯里兰卡、缅甸或者是泰国， OK， 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些比较富有的、比较健康的生活上没有问题的，他们还会来扶持三宝。就是说因为在佛教国家哦，他们很多都是从小呢他们就开始去了解佛法，所以他们对佛法有了解，所以他们扶持佛教扶持那个三宝的心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在佛教国家我们才可以看到这样的在家信徒呢去扶持佛教，扶持三宝。那么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话呢，这种的状况呢就比较难看得到。所以你今天你去某一间道场，你会看到那些佛友，他们生活上还 OK， 健康还 OK 的，这种的人呢他们都是对佛法有了解到，所以他们才会去扶持。然后呢大部分呢不了解的，对佛法没有了解的话呢，那么呢你就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人出现了。尤其是那些对佛法有更深的了解、更好的了解的话呢，他们呢都会很定时的，他们都会常常出现在佛教道场扶持三宝的。他们会去听经会去禅修会受八戒所有的这些善事你会看到那些佛友会去参与的，就是他们对佛法有一些程度的认识。那么对一般的人呢就没有了，对一般的对佛法没有了解的话呢就比较难，你就比较难看到，除非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遇到问题了生意失败婚姻失败儿女不孝或者是本身有疾病的时候或者是老了的时候将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苦来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这是我个人所了解的啦，那对你们在家人你们不会了解的，只有我们跟你们分享你们才了解。所以我不希望说我今天只是跟你们分享说你们不要等到你们生活上出问题不顺利你们才开始来佛教道场，开始来持戒开始来行善开始来念经开始来学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看你应该是比较难，因为以我所知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生活上有问题的时候，有障碍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你跟他讲正法修行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那颗心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不信这一套了。所以趁你们大家还年轻的时候，趁你们现在还 OK， 生活上还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就是要把握住你们目前所拥有的好的因缘趁你们的善业还很好的时候呢你们必须要开始去做这些很多善事所以善事呢很多的，只有你从听闻佛法里面你才了解到什么才叫做善事。所以你了解你不是尽量去做了，对吧？所以闻法也是其中一种善事来的，听闻佛法也是其中一种善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去做这种的善事的话呢即使今天呢我们开直播送到你的家里，你也不会去珍惜那个因缘的。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的，我们今天很荣幸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网络平台，网络这个助缘，脸书这个助缘，所以让我自己本身呢还有这样机缘做这件善事。然后呢也希望说你们也是有机缘一起来做这件善事。我在扮演我的角色，就是我在讲解分享我的佛法，然后呢你们呢就扮演你们的角色，捉住那种的因缘来了解到底佛法是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佛法都是我个人所了解的，
所以我只是跟你们分享，让你们去参考罢了，清楚吗？我也没有，我们也不会强迫你们一定要接受我们的说法，你只是把我们的佛法分享呢当做一个参考，你认为 OK 的话，有道理的话，你不是跟吗？你不是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中。但是如果你认为我讲的是废话，我只是吹水的话呢，那个不用紧的，你就把它放一边了。哦，我们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佛陀也是这样啊，他只是把他所了解的法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向我们讲解罢了，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哦，我们的所作所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是这样罢了。但是要不要接受呢？是看我们个人的。今天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啊，哦，连最基本的五戒，很多人都是懂啊。很多人都听过啊，什么叫做五戒，很多人都了解啊。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呢去遵守这五戒，但是还是有很多佛友，哦，我也是看到他们也是没有说，还真正的把这个五戒落实在生活中吗？有一些还在，尤其是第五条戒也是造犯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在脸书，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去花出他们的时间啊，去找朋友啊，还是亲戚怎样啊，我不知道啦，一大堆的哦，在某一间餐馆啊，哦，一起享用晚餐，然后呢又拍照呢，把那些酒瓶啊翻出来啊，里面有一些佛友，我看到诶啊，怎么这个佛友啊，亏他还是说邪佛人，但是呢还在那边哦，陪着朋友啊，喝酒啊，怎么？你看，身为一个佛教徒，你不知道吗？这是你的戒来的吗？你必须要去遵守的第五条戒嘛。而且还洋洋得意的哦，把它拍出来放在分享在他们的脸书，让我们看到。哎呦，但是也 OK 的啦，这是你个人的吗？学佛是看你个人的吗？哦，我们只是跟你说，这个是我们最基本学佛的这个。五种道德嘛，所以一个真正对佛法有了解的话，哦，他们不管怎样，他们还会坚持的，哦，因为他们知道嘛，哦，除非那个佛友他不知道了五戒的后果是什么。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那些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不知道他的后果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啊，包括有很多那些啊，佛教徒啦，也不了解我们今天所做的那些行为它的后果是什么。我相信很多都不会有好好的去了解的。如果一个佛友啦，他真正的去了解啦，他们所做的行为啦，他们的所作所为啦，哦，他们如果知道他的后果是什么啦，那么这种的佛教徒呢，他肯定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去犯，就不会去做那个动作的。所以佛陀的教法就是会让我们，哦，去了解我们所做的那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那个才是重点呢，啊，各位，那个才是重点呢，啊。而且呢，在我们的原始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佛陀所要我们所去行种种的善，哦，去行种种善，只是利用这些善行来提升我们的善心，利用这些善行呢，来让我们这些污染的心呢，没有办法加强它的力量。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罢了。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去遵守啊，遵守基本的五戒啊，要去布施啊，哦，要去闻法啊，要去修禅啊，要诸善奉行啊，为什么要我们去做这些善事？因为利用这种种种的善事，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些，可以提升我们的善的心啊，然后呢，协助我们灭除所有的污染的心啊，可以协助我们灭除那些邪恶的心啊。所以佛陀每制下某一条
条规，要让我们去遵守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通过那个条规，我们去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协助到我们这些污染的心、邪恶的心、不善心消减啊，那才是重点啊。不然佛陀为什么要我们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邪淫啊，要有口德啊，不喝酒啊，为什么要我们听经，要我们持戒，要我们闻法，要我们修禅，要我们做种种的善行。所以有了解佛法的人呢，他就知道什么动作会让他去做了，会增长他的贪嗔痴。如果你是一个学佛者，你真正是一个依教奉行的佛陀弟子，你所做的所有的身口意行为，你知道不会让你增长你的贪嗔痴污染的心，你就会去实行。如果那个动作你去做的会让你增长贪嗔痴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的话，你根本都不会去实行的。因为佛陀的教法重点在哪里？协助我们灭除污染的心嘛，那才是重点啊。如果佛陀的教法不是来协助我们灭除贪嗔痴的话，污染心的话呢，那么佛陀不需要出现在这个世间了。所以有很多行为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没有固定说你们在家人一定要去做。佛陀只是固定说你们要做的是你们最基本的是五戒，但是还是有很多行为哦，佛陀也没有说很详细的你们可以遵守啊。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对佛法有了解的话，如果我们想要脱离生死轮回，我们想要早一点得到解脱的话呢，那么我们必须要深入去了解很多什么行为我们做了以后可以让我们的贪嗔痴增长，让我们的污染心增长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尽量避免不要去做咯。但是对在家人来说很多借口的，他说佛陀都没有讲啊，就好像这个佛有说买万字标，虽然在佛陀时代没有的嘛，在佛陀时代是没有的。所以你问我可以吗？佛教认同吗？我如果以我的观点来说，我认为佛陀如果在世的话啦，他也应该会认同哦。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动作你去做是让你增长你的贪，让你增长你的污染的心啊，对吗？因为你去赌嘛 ，OK， 赌博也是在经典里面没有说在家人不可以啊，但是它的后果是什么？赌博的后果是什么？你去买这个万字票的后果是什么？可以让你灭除你的污染的心吗？如果他不能让我们灭除污染心的话呢，那么这种的行为肯定是我们佛教不鼓励你们去做啊。但是你们可以找借口的，你们可以找借口的。佛陀没有说啊，佛陀没有指定我们在家人不可以赌啊，不可以买万字票嘛，你可以找这个借口的。但是重点是什么？你去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它根本对你灭除贪嗔痴有关系吗？没有啊，除非你不要解脱啦 ，OK 咯。如果你不要解脱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灭除你的污染的心，你不要灭除你的贪嗔痴，是 OK 的，没有错的。你自己决定嘛。但是我们了解
我们了解正统佛法的人，我们一般上都不鼓励咯，因为他根本都没有涉足到你灭除贪嗔痴，而且他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你有福报的话，你想要得到很多财产的话，你不是要靠横财的。佛教佛陀的教法里面有教你可以得到很好的福报，你最基本的你就是要常行布施嘛。常行布施就是可以给你得到好的果报嘛。你在你的生活上你根本都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福报，没有这样的好的果报，你买什么，你赌也好，买万字也好，你会中吗？你会赢吗？这也是要看你有没有福报的哦。所以我这边有几个佛友，他们学佛了，他们就是走这个正统的佛陀的教法，他们不需要去赌，不需要靠买万字票来生活的，但是他们生活上还 OK 啊，他们生活上没有问题啊。有一些他们生意也是做的 OK 啊，他不需要靠横财啊，这个就是有福报的，有福报的人才不需要靠什么横财啊，还是不横财。你没有福报的话，你没有去修，你没有去种福的话啦，即使你去做生意，或者是你去打工，或者是你做什么工作的话呢，你都不能成功的。所以也是要靠我们的福报的，我们过去的福报如果有的话，你做什么都成功的。要像我们出家人这样，我拿一个例子，我们出家人这样，你看所有的出家人，大部分的出家人呢、啊，我们好好修行，然后我们没有乱来，然后呢，我们呢都没有工作做的，我们没有不需要为钱烦恼，我们不需要找事，我们想要做工都没有啦，谁要请我们出家人做工呢？打工呢？我们又不可以去做生意，是不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工也没有人要请我们，做生意又不可以，所以我们完全是完全不能自立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问题？我们住方面啊，吃方面啊，穿方面啊，然后我们生病还有很多人来支持我们，我们生活上完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需要的东西，我们都没有问题啊，都是很多信徒都会发心来扶持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功德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果报？因为我们有行善啊，我们有修行啊，所以我们需要靠横财吗？不需要，不需要靠横财来找吃，不需要。我们都不用做工，我们都有饭吃，都有房子住。像我自己现在发展新的会所，发展到来应该要多少米链？应该是要20米链了，应该要20米链。20米链就20万是吗？20万是多少千啊？不是，20万是200千，不止200千。我都不会算的那个数目。英文就是比较容易，英文讲就 do million 哦，最少 do million， million 啊 ，do million。中文是多少啊？200万是吗？是不是200万 do million？ 我那个数目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啊，真的是那个数目太大了，我们都自己都不会算了，我自己都不会算多少钱。我知道英文叫 do million， 最少发展到来了，最少要 do million。do million 对我一个没有做工的人哦，各位你说我怎么去找呢？ do million 是200万是吗？对是吗？哦，200万对我一个人，对我什么工作都没有的，各位，
我怎么去找200万去买一间新的会所来住？我没有赌博，我没有靠横财，我没有靠正财，但是今天我会得到200万的房子来住。这是来自哪里？来自我本人的善业，来自我本人的功德。我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功德？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一直在行善啊。我弘法，我弘法立身，我做这个弘法这个善业，我不是在这一两年做的，我从2008年开始，我就开始做这件善事了。我2007年，我完成我的学业，从印度回来，然后呢？2008年开始，我开始是弘法了。我没有什么做其他的啊，像你们在家人啊，我可以这边布施啊，道场啊，这个布施那个布施啊，啊什么法会你们可以去做，没有，我们出家人什么法会都不能去做布施，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弘法立身这个布施。从2008开始到今天，多少年？你想看？所以我就你看这种的善业协助到我得到什么，可以买到200万的房子。现在还没有好苦难，还要等一些时间的。过了年了，可能要等到过了年了咯。啊，在我这一生里面，我自己的薪水啊，我不是读书读得很高的，我原本我的普通的学业。我是读到 Form 3罢了 Form 3，然后呢，那时候我们要考试的嘛，那时我的年代是要考 O level， Form 3要考 O level， 所以考不及格的话呢，我们要留级呢，我们还要重读多一年，然后呢再重新补考 O level。 那时候呢我就放弃了，我考不上呢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出去外面只是做像外劳的工咯，出工咯，打工咯，所以我的学业不高的，我现在马来文也不会的，几句罢了。所以对我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啊，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以现在的薪水，最多给我赚2000，对吗？最多能2000-3000，我要存多久才可以买到200万的房子呢？如果我没有走上这个修行的道路，没有去依教奉行的话呢，那么我怎样会有200万的房子呢？不可能的吗？我不，以前我也是靠横财的，我也是赌啦、啊，赌马票博啊，什么彩票每个月都输了几百块的啊，我也是一直博的啊，但是博到什么连安慰奖都没有的。所以自从我了解佛法的以后，我才了解，哇，原来这个是跟我的这个福报有关系。我因为我没有佛法，之前没有佛法，所以我没有布施，不懂得布施，也不会说哦孝顺父母啊，去外面啊，回来的时候呢顺手打包面啊饭菜啊回来给父母亲吃，连这种的善行我们都不会做的。为什么？没有佛法。我小的时候我是住在那个泰国人的乡村，那福建话就是讲响狼干崩啊，响狼干崩，但是他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泰国人啊，马来西亚的响狼啊，所以他们的乡村里面呢都是有佛寺的，都是有他们的出家人，所以每个人呢都是每天呢早上都是有出家人经过我们的前面哦来托钵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做的，太每天呢4-5个出家人经过我们前面，我们也不会做，哇快点啊准备啊早餐啊布施给他们，因为我们不懂，没有人教我们，所以那时候呢那边的出家人呢、啊、有佛事，但是他们不教我们，他们不会传法，因为泰国出家人你们都知道啊。哦、他们不会讲经的，很多泰国和尚不会讲经的，所以他们会念经啊，然后呢、对我们来说一般人来说呢，这些出家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说念死人经哦，
啊，我们家里人有人往生啊，有人死的时候啊，我们只是请他们来念念经，念念经啊，就是这样罢了。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啊，我们认为说，哎呀，出家人就是专门就是念死人经的，啊，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出家人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不会做。但是今天我这一生里面还好，我有机缘。不是我省吃省喝，我都不得，我这一生怎样会得到200万？我是一个普通打工仔来的吗？我不是什么大老板。200万，我即使我省吃省喝了，我都不能得到200万呐，200千都难了，不要说200万了，对不对？对我们普通一个人来说啦，打工的啦，打工仔啦，你说要在多少年？我2008年开始出来弘法，直到今年十多年要存，对一个打工仔来说，即使你省吃省喝的啦，你能存到200千都不错了，不要说200万。对啊，但是今天我可以有这样的好的功德来支持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依教奉行，我们好好跟着佛陀的教法去修行啊，然后呢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然后自己又有修禅啊、哦、自己本身要修啦。我曾经遇过一个出家人啊，他是泰国的，在大三角那边。然后呢有一天我跟几个同修去参观他的道场，他的道场呢是在山脚下的。然后呢我去看到他的那间道场在发展中，所以我就问那个曼蒂，那个出家人，你怎样去筹款呢、啊？筹到这么多钱，而且你知道吗？因为他的那间道场是在半山的嘛，所以如果要发展道场的话，在半山的话呢，那个开销啊，消费很大的，你知道吗？比我们在平地发展啊，那个开销更大的数目，你知道吗？所以我就问那个曼蒂喽，因为我们知道嘛，出家人都不能找钱的嘛。哦，我们没有工作啊，没有生意，所以我就问曼蒂，你怎样去筹到，这笔款来发展你的道场？他只是跟我说一句话罢了，他说依教奉行，啊，有空的时候多静坐，啊，你就会有功德了，就会有护法了的。他就是靠这种的做法，啊，讲经啊，念经啊，啊，自己修禅啊，然后依教奉行啦。然后他就有那个护法了咯，所以他一分钱他都没有出。所以他讲了这句话了以后呢，我就比较放心了，因为刚好那时候我也是想要发展我自己的一个新的地方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就会比较难哦，比较难哦。然后呢，我就听到那个曼蒂跟我说，你好好做一个和尚啊，该做的你去做，戒持好，然后呢能讲经的去讲经，然后呢静坐啊，要静坐回向啊，我就这样咯。所以我听了哦，原来他讲的这些善事，其实我本身也是有一直以来都有做，所以我就相信他，所以我比较有信心了。所以我发展新的地方的时候，哦，我真的是很放心，然后呢我就不怕了咯。所以一直看到那些捐款啊，那些信徒啊，他们一直来、哦、我一直有带动活动嘛，我有带动禅修班，我有带动佛学班，然后呢我有带动法会嘛，哦，共生大法会，然后呢我有带动这个捐血运动嘛，所以我一直在带动这些善事，然后呢回归给社会，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那些款一直来哦，一直来哦。然后呢自从去年啊 MCO 开始，突然间我们整个活动都不能做嘛，弘法也不可以，带动禅修班也不可以。那时我就心想惨了，我整个活动不能做，所以呢我那时候我有点担心我们的基金不够，因为刚好我们的新的会所刚好在发展中嘛，所以我是有点担心我们的基金不够，我们建设经济不够嘛，所以我就开直播咯。哦，那时候你知道多辛苦吗？我还没有试过开直播，知道吗？所以因为我有很多年的那个弘法的经验嘛，所以我就心想 OK， 我开直播，我就当做
当做实体课这样，当做有观众在我前面，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今天。所以现在变成说，我可以用两种方式在做我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实体课的我也可以去做，然后呢开直播的我也可以做。所以变成说我在做这个布施哦，我就不用放，我就可以放心了。所以呢，当我在做这种布施的时候，这种善事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那些助缘哦。所以自从我去年开始开直播，一直说法说到今天，所以从去年开始，去年年尾讲了几个月，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开始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人了解我的状况，然后呢，我开直播的时候，我一直要讲。鼓励你们也是要做布施，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是有发展，给你们一个机会做布施，所以呢一直来咯，开始咯，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基金一直来啊，即使来到今天也是啊，直到今天也是还是有。这个就是哪里来呢？来自我本身的功德啊。所以我时常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做人啊，我们什么都不怕，懂吗？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是没有功德。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是我们没有善业。那才是重点呢。所以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佛门，佛陀要主要的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就是一直在提升我们的善业。只有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的善业，那么我们的生命在生死轮回里面呢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跟你分享了。我今天我讲的是我个人的经验，实实在在就是说，我们一直有修行，一直有行善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怕，我们不用怕。你做善事，你不用去跟人家讲什么东西，你只是尽你的责任去讲。无在社团布施道法，没有得到钱。我奖金没有，我们没收钱的吗？我去哪里？有时以前没有 MCO 的时候，我有一些佛教会，有一些佛事，他们也是邀请我去讲经说法的。我也没有跟他们谈钱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基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有人邀请我们去说法，我们会去的。但是所有的那些交通费啊，还是一切开销啊，如果我是在外播的话，他们要负责我的住啊，我的吃，这些都是由那些在家信徒去负责的。所以我一分钱也不会跟你拿，我的责任就是去做这件善事。所以当我去做这件善事的时候呢，我就会得到回馈啊，他们就会捐款给我啊。监管给我的道场，给我的组织。所以我们去做，我们只是去做，我们没有，我们不讲钱的，我们不讲钱的。即使我们去信徒的家里去助念啊，他们的家里人如果有人生病啊，或者是有人他亲戚往生的话，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我本身我会去了，我去念念经，然后我去讲讲经，然后带动他们回向，就是这样罢了。我们没有跟他说，哇，这场助念我要多少钱，我们不能讲这，我们不是做生意的嘛，我们是协助，因为信徒他们来协助我们，他们来支持我们出家嘛，过我们出家生活，给我们生活上没有问题，所以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付出的。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助缘啊，你助我的缘，我助你的缘，所以大家都可以得到利益，得到好的功德嘛。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去跟你谈的价钱的话，那个不是做善事了，那个是一种交易哦。所以我们出家人不可以做交易的嘛，因为这是我们出家人其中有一条条规，就是我们不可以做交易的嘛。所以我们只是去做，我们当做善事去做，但是我们得到回馈啊。所以信徒呢，他们也不会说给我们白做的。所以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帮助我们，道场需要什么，我要发展，我需要什么东西，他们也是 会, 会, 会,
被发心来兼住了，所以我们完全根本都不用烦恼。所以我们说善有善报，实实在在就是你可以在这一生里面你去体验的善有善报。我大乘佛书我是没有我都没有时间，我们的南传的经典这么多我都没有时间看完啊，我都没有办法抽出我的其他的时间多余的时间去看大乘佛书啦。因为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完全是不一样的嘛，各位。其他的宗教呢，比如说基督教哦，他们只有 Bible， 他们的经典只有一本的嘛，他们只有一本 Bible 罢了。然后呢，回教呢，他们只有一本经书罢了，叫做《古兰》《可兰经》。所以呢，其他的宗教呢，他们的经典只有一本，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完了的嘛。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佛教的佛经啊，很多，你知道吗？我们南传的，你要看完整部三藏啊，也是要很多年的，你知道吗？那北传的，他们说三藏十二部也是一大堆的，那么你看不完的，那么，所以佛教的经典太多了。因为佛教为什么这么多经，你知道吗？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拿出45年经来说法的嘛，他也是没有停顿的。他佛陀本身花出45年的心血，一直在讲经，一直在传法的嘛，所以呢，他所讲的那些佛法哦，被收集在经典里面呢，其实也没有完全45年的佛法，你知道吗？还有很多没有办法记录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只是看到，可以说一部分罢了，你知道吗？还有一大部分呢都没有办法记录。45年的佛法，你各位你说看呢？怎样去记录？佛陀他不好像我们哇，一个月啊才开一讲次讲经一次啊，或者是一个星期才讲经一次啊，或者是两个星期才讲经一次啊。佛陀没有，佛陀很多时候呢都每天都在讲，甚至晚上也在讲，跟天人讲。所以佛陀呢，他也是在弘法这方面呢，他也是没有停顿过的。所以你看他的法太多了，所以呢能记录在经典里面的，我们也是要花很多年才能去看。然后我哪有时间去看其他的佛教部派的那些教法呢？我完全没有，我自己所接触到的这个佛教南传佛教呢，我都没有办法看完呢，对吗？而且我看到的南传佛教的教法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实用，又很 practical， 英文说很 practical， 很实用。所以我就专心在投入去研究南传佛教经典就够了咯，够我这一生用了咯，也够我这一生讲了。其实还有很多经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的，也都讲不完，那我哪里还有时间去看其他的大乘佛法书呢？没有时间了。那我们不只是要专门研究经典，我们还要自己静坐呢，我们还要自己进修呢。只是看经典 不能的，那么我们静坐，我们修禅，为了是什么？要让我们的心可以有产生定力。所以我们心可以产生定力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在看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他们看经典哦，他们本身听经啊，或者是看经典，他们不能马上领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很杂乱。就好像你们现在今天，你们现在虽然你们坐在听我的佛法，在听我在讲经，你认为你会专心在坐在那边一直看着满地这样听吗？我不认为咯。我看还是很多人一边听我讲经，然后呢他的手呢又有另外一条手机一直在看其他的节目了咯。我相信啦，我不知道啦，你们知道啦。所以现在在网上听课呢，其实呢你们真正能听到的不多的，很多咯，还是一边可能现在已经睡觉了咯，躺在床上听我的经，可能现在已经睡去了咯。有些人听我的经啊，听到睡觉哎，哇！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些佛友跟我说，哎，曼爹啊，我听你的经啊，听得很好睡耶。
他把我的这个把我的佛法开示当作是催眠曲的嘛。啊，各位，如果你真的不能睡哦，你听听听听听，你要睡了。所以在晚上听课啊是不好，就是这样。但是如果那些佛友他们来上我的实体课的话，就不一样。你来实体课，你来参加我的佛学班呢，就不一样。因为你不能做什么了吗？你想要做什么都不能了吗？对吗？你要想要看多另外一台手机，你不能了吗？你才是乖乖，你专注在看我，看我讲经啊，所以你的心会专注嘛。但现在你在网上看，我看还是有些人还在分享他的东西，在我的东西。哎，你在听经还是在分享东西？所以你一心多用。我在讲经，你把其他的那些 video 啊，其他的蛮爹的东西，你又分享进来，我又看到，哎，怎么你在听经还是在做么？啊？你根本都不是在用心听经，你还去看其他的节目，然后又分享到我的 Messenger 跑出来给我看到，我不要指名道姓啊，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啦。听经的时候你有用心听嘛，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我们为了要让这个佛法可以传播到更广，所以我们只有借用这个脸书开直播，没有办法咯，所以看你们个人咯。其实啊，严格上来说啦，如果我们说法则啦，啊，我们说法则啦，如果我们在跟你说法的时候呢，你躺坐啊，或者是你不专心啊，或者是你在做其他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向你说法的，知道吗？各位，这个是我们条规来的，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来上我的实体课，来上我的佛学班的话啦，啊，如果你是躺坐啊，或者是你看手机啊，或者是你在做其他的动作啊，那时候我们不可以向你说法的，知道吗？啊，这是条规来的，这是我们说法的其中另外一个出家人的条规来的。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借用这个脸书这个因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也看不到你在做什么，你躺坐还是你在吃东西，还是你在看其他的节目，我们不能知道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咯，我们就当作说你在听啊，我们当作说 OK， 我们做借用这个机缘去做这件善事罢了。严格上是不可以的。所以如果你们遇到师父啊，或者是你去上实体课啊，或者是你去上佛学班啊，师父在讲经的时候呢，你们要做得很端正，你们不可以躺坐啊，手上不能拿任何的武器啊，你们不能一边吃一边听佛法的啊，也不能一边听佛法一边躺坐的，这是我对我们出家人说法者不敬的，你知道吗？不敬的啊。但是今天这个我们借用这个脸书这个因缘，是我看不到你，我就当作你用心听哦，所以没有办法了哦。所以你们听经也是要用心听哦，你们才听得到嘛，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嘛，是吧？所以今晚我要跟你说，我们原始佛陀的教法重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身口意行为表现出来的哦，不会让我们增长邪恶的心，不会让我们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所以那种的行为我们要精进努力的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那些身口意行为，如果它会让我们增长我们的贪嗔痴，而它会让我们增长我们的污染的心，所以这种的行为呢，我们要停止。对那些没有佛法的人，对那些没有佛法的人哦，记住吗？他的六根出到外尘，如果合他的意，那么他的污染的心就不会升起，他的邪恶心就不会升起。如果某一个人他面对的，他眼睛看到，或者是他耳朵听到，他的六根触到外缘，如果那个外缘会让他产生不爽，
会让他不喜欢不喜爱，那么很自然他的这个邪恶的心会生起来。所以一个人如果平时没有了解佛法，又不懂得禅修，他就是没有那个能力来主宰他的这个邪恶的心。所以当一个人被这个污染的心，被邪恶的心主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呢，那么很自然的他会跟你搞对立，他会打你，他会骂你啊，那是很正常的啊，那是很正常的啊。所以你要怎么化解呢？你不是36座走为3座了，你就不要跟他硬碰了，你就不要跟他搞对立了，因为对方已经，因为对方他的邪恶的心已经控制他了嘛。所以你要怎样，你要怎样让他的邪恶的心是降伏下来呢？你不是要保持沉默，或者是你要离开那个地方咯，你远离那个，远离他了，你不要跟他吵了。那你不是跟他没有搞对立，你就跟他化解了他，你就化解，你就跟他化解不好的缘由了。但是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什么？在经典里面，今天我们没有佛法的人，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些动作、身口意、行为，我们不知道是对与错吗？对不对？然后呢，对方呢，他自己又是不懂佛法，他又不懂得修行，他又不懂得控制他的贪嗔痴，所以呢，我们表现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在他的前面的时候，如果刚好不适合他，他感觉他受伤了，他感觉他受到伤害了，他肯定他反驳的啦，他肯定他生气的啦。所以各位，我想要让你们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些贪嗔痴，我们的污染的心是在什么因缘之下呢？它产生，你们懂吗？什么时候、什么因缘之下，我们贪嗔痴会产生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你说某一个人他会生气，他会打人，他会伤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的嗔心已经升起来，他的邪恶心已经升起来了。那为什么他的邪恶心会升起来，他的嗔心会升起来呢？什么因缘可以让到他的这个邪恶心升起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身口意行为表现出来，让他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不适合他看，不适合他听，所以他不是生气咯。所以一个人会生气，不会说无缘无故的，那么他一个人会生气，就是他逆道逆缘，可能我们讲的话他得罪他，他不喜欢听，可能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他不能看，所以看人不顺眼，对吗？听话不顺耳，他肯定升起，他的那个不好的心肯定升起来的。不要说你在一个人的前面，你在一个人的前面放一粒臭屁干，你看他会打你吗？你会看他骂你吗？你站在一个人前面放一粒臭屁给他，所以你看他会生气吗？他肯定会生气的。为什么？因为你做的那个动作他不喜欢，让他嗅到臭味，他不要吗？那个目标啊，所以他不要那个目标的时候，他就马上他的邪恶的心就升起来，所以他的嗔心就升起来了吗？所以他就不会控制了吗？不会控制的话，他就不捉你来骂，捉你来打咯。所以你被打你被骂，是谁的错？是我们自己的错啊，对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智慧，我们了解了，哎，我们做这个动作错了咯，哦，对方不喜欢了咯，对方不高兴了咯，他开始骂了，要打我，我快点跑了，我跑掉了，我快点离开那个地方了。就问题就解决了咯。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那个智慧吗？我们没有那个智慧的话，我们不是又在跟他
又再跟他相骂，又再跟他打架了。其实错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本身错，我们自己本身错。但是我们一般上，我们不认错，我们不要接受。对方骂我们，对方打我们，我认为我们会怪对方，哎，你啥的，你神经的啊，你去笑了，还没说路跑啊，还没说路没啊，其实人跑路，人没路，这就有一关因嘛。一个人会一个人会无端端的会骂我们打我们的。我们在经典里面拿，我在经典里面我是有看到啊。有一些哦，有一些它是过去式的那些恶言产生。有一些啊，我在经典里面，巴利经典里面我也是有看到这样的典故，有记载说。有一些是因为过去式的恶业成熟，他得罪那个人，他在某一世得罪某一个人，所以那时候的那个业哦，那个恶业哦，成熟，在他的另外一生成熟，所以成熟那个业成熟的时候呢，那个被之前过去是被得罪的那个人哦，他这一生呢，他变成什么？他变成那个四人妖，我们叫做亚卡，专门吃人的。所以那个果报，那个不好的人呢，就把他们拉在一起。所以那个女孩子呢，刚好在那一生她的那个恶业成熟，所以遇到这个亚卡，这个亚卡呢，他就是要开始来攻击他，来把他的儿子吃掉，要捉他的儿子。这个亚卡呢，他会为什么会做这个恶行呢？因为在新的一生里面，他们两个人都不认识的，他们原本都不认识，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因为过去的业在牵引着他们那一生，最后一生也是要见面，所以呢，那个业呢就引导这个业叉去遇到他的仇人，所以他的仇人呢就是专门要去吃掉他的这个儿子。所以刚好佛陀有在这个世间，所以呢，这个女孩，这个做妈妈的，哦，就抱着她的儿子呢，一直跑进佛寺，遇到佛陀。所以遇到佛陀的时候呢，佛陀就用这个正法向他们开导，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他们这一生会有这样的因缘。而且佛陀说，他们呢不只是这一生罢了。在过去的很多事呢，他们都是一直在搞对立，你伤我，我伤你，一直在搞针对的，这是他们的业咯。所以到最后呢，因为有佛陀的开示，让他们了解了，所以他们呢就把那个邪恶的心呢消除掉，所以变成说这两个人的因缘呢，到最后呢变成和好了。所以他们的那个过去的那个恶缘哦，就化解了。所以有时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根本有时不认识的某一个人，就是他偏偏一直跟我们搞对立。但是今天我们有了解佛法，所以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们过去的业来的。但是我们遇到这样的因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我们有佛法的话呢，我们不是念祝福经给他，然后呢我们行善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向功德给他咯。所以我们一直起善的心，我们一直要起这个善的心，慈悲的心，一直给他祝福，一直回向给他咯。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修法，这样的做法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跟他的那个恶的缘可以化解到。所以有佛法就是好，就是这样，你遇到冤亲债主你不用怕咯。那个是我讲的是过去我们所跟他所造的那借的不好的缘，所以我们这一生会遇到。但是我又回来讲，我们这一生有可能我们现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表现出来让得罪他有很多嘛，现在我们讲的话可能也是很多人不喜欢，就好像我在讲经的时候，我一直以来我一直有开直播，包括我在十几课我讲法的时候，有时我讲的很直，太直了，也是有一些人不喜欢啊，有一些人也是会不喜欢听啊。
所以在脸书，我借用脸书 讲佛法的时候，有时 我用的词太厉了，可以有些人不喜欢听，他们也是会生气的。他们生气的时候不是按红脸给我看啊，在直播我就可以看到，哎呦，这个人啊，哦，他刺到他的心脏了，所以他不喜欢听我讲 这句话了，所以他不是生气咯，但是很正常的嘛，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即使我们讲真实的东西，哦，真正的东西，但是并不代表对方一定能接受啊。有时刚好他不喜欢听呢，有时刚好我们讲的东西他不喜欢听，他的邪恶的心不是升起啦，他的嗔心不是升起咯。所以有修养的人，他不是 OK 咯，他不是不去在乎咯。但是对那些修养不好的人，他不是给我看红莲咯，或者是他直接下播咯，他去看其他的直播咯，一定会有的吗？所以你看我的人数会有上会有下的嘛，正常的嘛。讲得好的时候啊，没有伤人的语言的时候啊，很多人听哦啊。当我在讲的真实的时候啊，一直刺人家心脏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人数就开始下了咯。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嘛，因为每个人他们要听的，他们耳根啊，耳朵啊，要听好的嘛，要听爽的嘛，好听的嘛，你要赞叹他，哦，他不是喜欢听哦，所以他那个心，他那个心不是很高兴哦，所以他就会按红脸咯，还会按赞给我咯，按杀戮给我咯。所以各位，我只是要给你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的贪嗔痴啊会升起来，所有的心，善的心会升起来，恶的心会升起来，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六根触到外缘的时候，六根触到外缘的时候，如果那个缘我们触到的，如果我们喜欢的，适合我们的，那么 OK 咯，我们就把那个缘我们遇到的触到的是当做是好的咯。如果我们今天触到的那个缘，我说的这个缘就是什么，六根触到外缘那个目标，我们眼见色，耳听声音，鼻嗅味，鼻呢就是嗅到味道，舌头尝到那个什么味啊，什么甜酸苦辣味，然后我们身体触到，所以只要我们的这个根，我们就是因为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舌头，有身体，我们才会苦。然后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苦？因为我们内心里面的很多那些不好的心在控制着我们，所以呢，我们不管去到哪里，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所尝到的，身体所触到的，所有的这些外缘，如果刚适合我们的贪嗔痴，适合我们的贪，我们喜爱，我们喜欢的 OK 咯，你是一个好人咯，那个因缘好咯，就好像我们今天遇到哦下雨天咯，哦天气凉凉咯，哇我喜欢咯，所以我们喜欢这样的天气，所以我们赞叹咯，哇今天的天气很好，所以我们喜欢咯，我们高兴咯，对吗？那今天如果遇到哇哟这么热，哇又热，哇然后埋怨这个，埋怨天空不下雨，怎样怎样，我们嗔心就升起来。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贪嗔痴，全部就是因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嘛，对啊，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耳朵，我们有鼻子，我们有舌头，我们有身体，我们有心，所以我们触到的那些目标不适合我们的，那我们不是苦咯？圣者他们不会苦，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主宰他的心啊。佛陀、阿罗汉，他们都是有，他们还是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吗？看跟我们一样的，但是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因缘的话，他们都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修到有那个功夫了，可以主宰他的心。他的那种污染的心没有了，他已经拔掉了，所以他们就会取咯，他们不会去执着咯。我们还有执着吗？我们好的我们也执着，不好的我们也执着咯，所以我们就会有业，就是这样咯。
所以我讲的这个法呢，你要用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法来跟你讲，畜兽爱取，畜兽爱取，有六根嘛，有六根就是有身心嘛，有五蕴嘛，对吧？有六根就有触啊，你开眼睛看到东西，那个就是触啊；耳朵听到声音，那个就是触啊；鼻子嗅到味道就是触啊；舌头尝到食物就是触啊；身体触热冷啊、软硬啊，这些就是触啊；心里面又想啊，负面的思想啊、正面的思想一直在想，所以你的内心又有另外一个触啊。所以你六根有触啊，要触了又有感受啊，你的六根触到那个目标又有感受生起来啊。所以那个感受呢，就是看你的内心是什么心啊。如果你的贪心生起来，你喜欢这个感受，你不是喜欢咯，高兴咯。如果你的感受生起来哦，不喜欢的，你内心刚好不喜欢的嗔心生起来，你不是起懊恼咯，起痛苦，起烦恼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咯，埋怨满地讲的经，一直骂人咯啊，你不喜欢听嘛，触嘛，对吗？那触了又怎样啊？触受爱就生起来咯，喜欢不喜欢就生起来了咯，那个爱啊，那个爱就生起来了咯。爱生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去取咯，取是什么？五巴达那，你就去执着了咯。当你去执着的时候呢，就有了咯。有这边是巴瓦，巴瓦是什么？就是有业了咯。当你的六根触到外尘，然后呢，你的贪嗔痴生起来了，你喜欢那个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取了。即使你今天你不喜欢那个目标，你也是会取呀。比如说你听到一句话，你不喜欢听，对不对？然后呢，你去骂人。为什么你会骂人？因为你去取啊，你去执着那个目标啊。所以你执着那个目标的时候，你的行动不是错咯，你不会去骂他打他咯。所以当你去取了，然后呢你行动表现出来了，那个就是变成有业了咯，就有bhava了咯。bhava就是有咯，有就是有业力。有了业力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死的时候呢，你就是要面对生老病死，又另外一期生命又继续了咯，你就是还在带着这个业又往生咯。畜兽爱取有，生老病死又继续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什么？就是六道轮回，所以我们都是带着这个业往生。所以各位，我们修行呢，主要的是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呢，哦，要有道德。要有道德，所以我们的身口意行为没有道德 ，OK， 我们念什么经也没有，也不能产生作用的。啊，我们念什么经，拜什么神，吃什么素，吃什么肉也好，荤也好，素食也好，起不了作用的。真正可以让我们的整条生命在生死轮回里面呢？活得很好，很平安，很快乐，很吉祥的话呢，就是我们身口意行为要有道德。现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注重在口吃，懂吗？在吃罢了，但是呢，没有口德，没有口德，没有身德，没有意德，身口意没有德的话呢，即使我们吃素的话，吃什么的话呢，都不会给我们得到好的生命，在这生死轮回里面。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所以为什么呢？一直以来在我们南传佛教经典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佛陀为什么没有强调说我们学佛者，我们是他的随从，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在乎我们吃什么？所以在我们南传经典没有讲到这一套，吃什么不是重要的，我们身口意行为表现出来，那个才是重要，那个才是决定我们的业，决定我们的业。所以这种的业，我们如果有了解佛法的话呢，都是往善的那方面去发展；没有佛法的话呢，一般上都是往恶的。所以有佛法就是好，就是这边可以让你一直在提升你的善业。所以做人呢，如果没有佛法的话呢，他们只是心外求法，只是注重在外表的东西，
看出门啊也是要看日子啊，出门啊做东西啊也是要看看时间啊，啊，不管是做什么都是要看时间看日期的，啊，甚至呢，哇，死的时候啊要在哪里埋葬啊，风水这样在哪里哪一块地比较好的风水啊，啊，他们都是一般上的人都是注重在外面的外在的东西，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真正让我们这条生命能得到好不好，往生善道还是不善道呢，都是看我们身口意行为所造的是什么业，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在这边，所以注意你们的身口意行为才是主要的，不是去注意啊，哇，什么时间出门啊，什么时间要做什么啊，什么日子要做什么啊，啊，要吃什么啊，要怎么拜啊，要什么哪里的地才是风水地啊，啊，找门要怎么向啊，窗口要怎么做啊，家里要放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外在的东西。但是身口意行为没有德的话呢，你怎么拜怎么做风水都是起不了作用。如果外在的东西可以协助到我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没有问题的话，各位佛陀不用讲经了咯，我也不要讲经了咯，何必我们要跟你们讲经。如果外在的东西可以协助到我们得到好的生命了，我们何必要叫你们修行，何必要叫你们布施啊、持戒啊、听经啊、念经啊、禅修啊，种种的善行你们要去做，为什么我们要叫你们去做？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做法才可以让你这条生命在生死轮回里面呢，还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走完你的人生，然后呢到最后呢你可以得到解脱。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不用想。所以刚才各位佛友，你要赌彩票，如果你没有中福的话你不用赌，我告诉你，你要赌博赌，你要横财的话，你没有布施，你不要去浪费这笔钱，拿你的那个买彩票的钱拿去布施，反而你会有福报。你买彩票你输了什么都没有，有功德吗？我问你有功德吗？买彩票有功德吗？你不是中福吗？你拿那笔钱啊买彩票一张的3块钱啊，买一包饭一包水拿去布施，你还会有福报啊，你还会有得到福报啊。所以各位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活着的时候啊不要去好好的去行善修行，活着的时候啊不要去修行，不要去行善，死的时候啊才来紧张，才来找出家人或者是找谁啦，希望说，哦，在他的几天里面，哦，在他放3天5天里面呢，哇，做这个做那个，烧这个烧那个，希望说这个死的人呢，哦，下一生可以得到。如果没有善业的话，怎么得到呢？各位，我问你，我时常遇到这样的人了，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各位，你父母亲有在世的话，如果还有在世的话啦 ，OK。如果你父母亲还有在世啦，你做儿女的话啦，尽量劝他开始持戒布施先，叫他开始持戒布施了。因为呢，我们的父母剩下的岁数也不多了，将他剩下的这条生命呢，最基本叫他在剩下的生命里面呢，鼓励他持戒，不要好好的持他的这个道德，提升他的道德，然后呢有空呢尽量带他去布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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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他还没有离开世间的时候，让他自己本身去累积善业先，那才是有帮助到他下一生往生善道，不要等到他进入棺材眼睛闭了你才来找出家人去念经。那个我跟你说啦，在我所了解的南传的教法里面呢，那个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了的，他已经带着他的业已经投生了的，已经投生了，我们能做什么呢？做不了什么了的，最多给你一个心安咯，最多给安你的心啊， OK 啦，你做这个布施啊，你回向给他，就是这样罢了，还能做什么？如果你是佛教徒的话，我们只是叫你来布施袈裟布施食物
啊，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给僧团，然后呢念经祝福，然后回向给他，就是这样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罢了。但是呢，他是否有那个业，善的业得到呢？还是一个问号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要这样做给他。我们不能说啊，不用做了啦，反正他都，反正他都已经投生了，他已经大业往生了，还做什么？帮助不到了。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讲哦。我们这样讲的话，很多人说，咦，你学佛怎么学到这样极端的，这么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其实实实在在就是，实实在在就是大业已经往生了的嘛。所以趁他还没有往生的时候，就是尽量叫他快点去做了。快点了，尤其是现在，如果你的父母亲已经老了，又有病在身的话，快点叫他持戒啊，最好是听经了，不能坐禅，叫他一直在听念经文了，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释迦牟尼佛号都好，最少要他的心在安住在这个佛号上，在上法上，叫他好好的哦念经，不要给他的心一直想东想西，想有的想没有的，越想越污染，越想越烦恼，想到最后是什么呢？哦哟，看到这个来了，看到那个来了，看到过去的亲人来了，那时就改了咯。他的心里面已经开始不正确了，颠倒了，乱了。白天看到晚上，晚上看到白天的时候，那时已经开始颠倒了。颠倒的心意思是迷糊的心了，迷糊的心往生的话呢，各位，我只能跟你说，往生善道的机会会很渺茫，会很渺茫。但是如果你没有父母的话，就没讲啊。如果你还有父母亲的话，现在趁他还在生的时候，快点叫他修行了，布施，有空带他去布施了，先给他自己快点去做这些善事，提升他的善业先。那个是北传讲的，南传不讲，七七四十九天的那个是北传讲的，南传的是你现在死，现在往生，现在投生了的，没有等的，没有等的。你现在是什么业？你断气，那个业就是带你去投生了的，在六道里面其中一个道，没有办法了，改变不了他的下一生的业了的，除非他是做恶鬼道，啊，他在恶鬼道还有机会。而且呢，恶鬼道也是很多哦，在恶鬼道，在我们的南传里面讲，恶鬼也是有很多种的哦，不是说每一只恶鬼啊，它都是有办法得到我们功德的，只有一种叫做他是活命鬼，啊，他要做了那种的恶鬼，这种的恶鬼呢，他就是在我们的四周围，所以我们做功德回向，他可以得到。那么如果他做了恶鬼，他是在很远很远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那个他就不能得了啊。这是我们南传讲的啦，所以你要接受，不能接受我就没有办法，只是给你一个概念，趁我们活着的时候做就对了啊，不要等死后四十九天啦，你知道他有那个功德等呢？如果能等的话，每个人等牛肉，对吗？每个人在等牛肉，等。我们平时的时候啊，我们不用行善了咯，不用修行了咯，等我死的时候啊，四十九天我在等，看我的家里的人哦，是否有没有给我做功德。哇，如果这样等的话，那我不要修行了咯，我何必要修行，我等罢了吗？四十九天我在等，看谁，看哪一个亲人有做功德给我等咯，有这样的道理吗？没有。那么那不是违反佛教的那个业力观哦，那么我不是可以主宰我的这个业，我不是要往生，我原本我的业是可以带我去地狱的，但现在我因为我可以等吗？我有那个因缘可以等，我不是等咯，等四十九天咯，那么我可以控制了。你的意思说我可以控制我的业了，再等四十九天了，是不是这样讲？如果我能控制我的业，那我何必要等？我直接可以控制我，直接上善道流喽，上天堂流喽。那我所过去所造的恶业，就一笔勾销了。所以在我们南传的佛陀的教法里面，没有这样的说法的。OK， 所以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这样。所以我要你听，要你打开你的心胸，去了解南传的教法，给你看另外一面的说法。
所以我们南传的教法注重在你活着的时候快点修行，快点行善，重点就是在这边罢了。先给你自己哦，累积善业先，先为自己累积多一点善业，有一个保障先啊，不是等到死的时候啊才来哦。我告诉你，那个是后期佛教的说法哦。如果你要相信，如果你要相信那种的说法 ，OK 咯，不用紧咯。你在生的时候，你不要修行，不要行善咯，你等啊，等到你死的时候，你等啊。啊，如果你要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话，那可以的，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等，不需要行善，不需要修行的，在你活着的时候，因为你接受那种的说法吗？哦，你可以等49天，你可以等吗 ？OK 咯。你就等啊，试试看啊，到最后你自己知道咯，能不能咯 ？OK，OK、OK? OK、啦，讲讲又时间到了，所以满天就讲到今晚就讲到这边了，11点了哦，不然大家都哦明天起不来了，要带儿女去上学了，明天哦，好，我们现在来回向了，发愿跟回向 ，OK。这是我每次开直播我分享我了解的佛法 OK， 所以我只是提供你们参考罢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这是我个人对佛法的认知，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提供给你们一个参考罢了，所以能不能接受呢，你们自己决定 OK， 能听的就听，好的话你就分享，如果不能听的话呢，你也是可以选择不要听的，不用紧的 ，OK， 啊，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权的嘛 ，OK， 好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发愿，就好像现在我也是看到很多人啊，不喜欢发愿啊，不喜欢回向啊，哦，那 OK 的，那是你的选择嘛，哦，所以如果你们哪一个想要回向、想要发愿的，来，我们一起来念。伊达咪达曼萨瓦南阿萨瓦卡亚瓦汉霍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咪悉朗玛嘎巴拉亚那萨巴赞哟霍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咪布央利巴那萨巴赞哟霍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咪那布尼嘎咪那玛比巴拉萨玛嘎波萨坦萨玛嘎波诃多亚瓦底巴那巴底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愿我永远不遇愚之人，常遇善之事，直到提证涅槃。伊玛诺布尼巴冈萨巴萨达南迪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别萨达苏基昏都，应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伊达咪亚帝南呼都苏基达昏都尼达哟，伊达诺亚帝南呼都苏基达昏都尼达哟，伊达摩亚帝南呼都苏基达昏都尼达哟，伊达瓦达扎阿咪希三巴丹布尼三巴丹。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诺布丹图萨巴三巴迪西迪亚，以此获得及累积的功德回向以父母亲属晚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生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萨度萨度萨度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不但不揭秘。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达玛不揭秘。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桑堪不揭秘，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玛达毗多那不揭秘，
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亚阿迦利亚南波杰米。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啊，接下来呢，请接受曼蒂的祝福啊，曼蒂来给你们一个祝福。Sabe Dio Viva Jandu Sabarga Vina Sato Mate Bhava Vantarayu Sukhindi Kayoga Bhava Abhiva Dana Siddhe Shanicha Vada Pachayina Chataru Dhamma Vadanti Ayuvanno Asukhan Balam Bhavatu Sabamangarang Rakantu Sabadevata Sapa Buddha no Pavena Sada Sati Pavanto de Pavatu Sapa Mangara Rakantu Sapa Devata Sapa Dhamma no Pavena Sada Sati Pavanto de Pavatu Sapa Mangara Rakantu Sapa Devata Sapa Sankhano Pavena Sada Sati Pavanto Te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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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佛友啊 Monday 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所以在还没有说晚安之前， Monday 再次感恩你们进来看我的直播，鼎力支持我继续有这个心，还给大家开直播与大家分享佛法，所以 Monday 将 Monday 今晚所累积到的弘法利生的功德与你们大家分享，愿我累积到的功德呢，协助你们早日得到圣者的智慧、圣者的境界，修行没有障碍，早日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所以各位大家晚安，我们下一个直播再见。